格言啊，敬首，大家好。中华戏今日坐甲满满，我要请问大家，咱来受训了后，是毋是咱家己有发现着讲，咱受训了后，咱的素质甲品质拢直直在提悬，有啊无啊？我足感谢，实际上也是有所看到的。大家穿衫拢足标准，啊，甲足规矩，做啥物代志拢是咧提升啦。所以有恁来斗三工，咱一定成功，对唔对啊？所以大家我精神足好咧，因为刷落考试了后，大家就要回去啊。按我一个阶段的完成，回去一定无同款，因为安怎？咱伫遮拢咧甲你讲较专业的物件。一定有所好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大家我足认真的，啊，我足佩服大家，尤其是啊年龄较济的人啊，啊，我足甘心伫遮啊足认真啊咧听课，啊搁咧做笔记。啊，过来参加考试，有的讲啊，我考试题哦，我目睭都看较无啊，对，因为咱无法度甲少年的比啦。啊，实际上大家足认真的，安尼有这个认真的精神，啊，咱我会成功，对唔对啊？对。感谢啦，咱今仔日啦。啊，要来甲大家学习的，我认为那是足重要的啦。因为这个题目啊，啊，要甲大家讲，这个啊，公共政策这个题目，啊，甲财政啊，这个叫做预算，这个题目啊，公共啊政策甲财政的。预算这个题目啊，要让大家了解流氓政府伊的公共政策啊，拢是准备要闹跑啦。所以，甲人民拢安嘛，讲脱钩啦吼，我讲脱钩，讲咱人民都无要爱安尼啊。啊！人民都无需要啊！啊，伊拢做一挂啥？真正准备要闹跑的动作，拢做出来嘛？好啊，这咱都爱去了解哦。咱阿伯啊，咱咧执政的时，咱一定爱遵守这个啊，咱要了解公共政策是要安怎去做。我要甲大家讲。第一步啊，秘书长所开出来的政策，你即马啦担任某一个部分的阁员，你爱家己去思考啊。回去了后，咱所教过的，去了解一下，而且按照秘书长的政策，要做啥物？上完去抓去看，你事先爱准备啦。啊，那大家有安尼做，
那有的人笑讲啊，恁吃的是素人呐、啊，素人吼、哦。秘书长讲，这个素不是假素，哎，就是讲啊，拢无咧啊，伫行政机关拢唔捌做过，啊，恁来做一定乱七八糟。咱啊，我呢准备，咱百分之百成功诶，对唔对？好啊，拜托大家一定回去上网去了解秘书长开的条件是什么什么。你你你，你担任多一个部门，你都要认真啊，准备啊，去了解。后摆啊，咱接到政权的时，咱派出去，拢足优秀的啦。对唔对？咱训练的目的就是安尼尔啦。有个人讲啊啊啊，使去训练，咱请来拢教授呢。我迄个叫做昨应该是昨早起来的吼。那个要做啊，就是蔡医生来吼、哦，我摕课表看，副教授无请啦。我甲讲啊，咱请来拢教授啦，我副教授无请。安尼咱就知影，咱大家拢学习，拢有咧提升。真正大家请。服装清清的，啊，大家在啊排队在吃饭在创啥？这素质，和外教来上课的老师，伊安怎讲？拢唔捌看到嘛？是唔是啊？家己鼓掌一下。所以，大家爱认真。咱所每一个老师所讲的，咱等于过去加研究，伊讲的有理也无理，哦，啊，甲咱的政策有合无合？啊，若无合，咱依照咱的政策，吼、哦，咱就是秘书长遐开出来支票，一定要兑现啦、啊。若无兑现的。不好意思，换人而已啦。你心肝要自己有准备啊、哦。你回去有认真吗？有去准备吗？你负责那个部门有去了解吗？什么都不知道，没关系，都去问人。所以秘书长有跟大家说，尤其是军校，你爱有一个 team， 你爱有一组人，一组人，家己落去，咱秘书长的政策，把它丢进去，大家去研究。安尼，咱以后的百姓，也是后代，一定是足好过的啦。因此嘛，乌白开啦，政策乌白定，乌白开，钱杀咧乌白舞，这咱爱甲淘汰，这都甲啥有关系？甲啊财政的预算啊，咱顶啊再去国家预算啊，迄、那个要做啊，迄、那个预算的审计吼。我无甲伊讲通好咧，伊做出来 PowerPoint， 甲我财政预算来做出来吼，啊，这两个会使甲合作一个，都啊玩足好个，会有做啥？会资料，吼、哦，啊会使甲扩登去，啊大家加起来难来看，安尼是足好咧。哦，因为我无甲伊来讲。到看看我啊！你这个部门你写，我这个部门无啊，拢无同款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，予大家我真好，
参考的资料。好，咱即马就照这个啊，咱所准备的顺序啊，咱所准备的顺序啊，来甲大家讲一下。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啊，咱倒头讲啦，结论先讲啦。因为我今日时间无够吼，因为要来隔壁，我爱去闭幕式吼，所以我结论先讲。公共政策跟财政预算，一切为百姓设想。这是咱的结论。啊，各位大家注意哈，为百姓设想，这是咱的什么？宗旨呢？宗旨呢？咱上课的时拢有啥物主张对无？啊，这是咱的宗旨啦。咱大家遐认真，拢啊足奉献的，目的是要啥？目的是要为百姓设想。啊，无阿才咧拼，要拼要创啥？啊，有诶讲啊，张教授啊，啊，你都遐好过，你奈咧舞遐有空无算诶？咱拜托伊讲，我是一个教授啦，哦，我若去台中，拢敲电话互伊，伊会来甲我载杨教授啦。啊，讲啊，张教授啊，你都遐好过咧？啊，我是主要好在是啥？因为我要去演讲，要。叫伊讲啊，你也出来参加听者。伊家在遐，伊讲歹势吼，我也有代志吼。啊，所以啊，无遐多啊。因安那咧想，18%，两个翁仔某拢18%，足好过啊。伊讲啊，你咧舞遐有空无算个。所以要甲大家讲吼，咱拢是为着啥？干那为着这尔啦。啊，因为大家拢有这个心愿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好，啊来，咱即马过来了，吼，即马咱结论讲了嘛，即马来看看这个问题吼。即马咱要解说啊，公共政策，予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啦，吼。啊，重点吼，我伫这个。这个所在啦，吼、哦。后来，咱即马来看这个问题，什么叫做公共政策？哦，什么叫做公共政策？而且决定啊，咱这个政府的决策的部门，伫这个特定的时期，这个期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期间要创啥？这个期间要创啥？吼、哦，期间，迄个要做咱迄个啊赖校长伊安怎讲？伊全部来讲，政府机关上迄个医生上惊啥？把预算安怎冻跟他冻结嘛，对不？啊，是安怎？伊这是安怎？特定时期呢？因讲甲冻结了安怎？啊，这是8个月爱会做的工课。啊，你甲冻结好甲6个月了后，才甲你讲啊好啊，互你做啦。伊就遐个公务人员，伊讲拼死去啊，爱拼毋才会完成。所以因。伊咧讲上惊吼，公务人员上惊的就是啥？伊的预算唔是甲删除哦，伊讲删除上好。这是立法院不爱向我做呀，我要替人民做代志，讲唔向我做啦，啊，我就免做啊嘛。
哦，这政府机关伊安尼，啊伊伊讲冻结落到伊个时间会缩小去，所以讲假使在吼、哦、特定时期来解决公共问题，啊所采用的方案，何以制裁？这个政策对唔对？绝对唔对啦！啊那唔对。大家去思考无？伊要征收即块地，啊，讲政府无钱啦，啊，即角啊是政府的娘娘，啊，甲财团挂钩，讲安尼好，我甲画起，我画较大咧，即个拢甲征收，啊，征收才偌济钱，啊，一啊讲啊，若算平个，讲一平讲啊几千块啊，甲你买。啊，征收了啊，啊，才来互来财团来安怎？讲啊 ，BOT 啦，啊是啊，创啊，拢创叫做啊，合意住宅啦，啊，互因来起，啊，互因来经营，互因来卖，啊，来发展诶，这个地方，拢唔对啦。那买国民住宅以前就足流行的啊，国民住宅是不是以前足流行的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听妈讲，下暗就去买一间啊国民住宅。啊，真正我去买一间啊国民住宅，啊，伫永和啦。啊，迄阵啊买啊才三十几万尔，当哩。哦，啊，当然较即卖也有啦。哦，啊，就是咱无卖嘛。哦，啊，就是要甲。迄阵啊，公务人员买起啦！我那公务人员啊，啊，讲的买起啊，啊，我是国立学校的公务人员啊，啊，所以起码两个咧上班，两个啊拢公务人员，你有可能伫台北市、新北市去买啊无？绝对无可能啦！这是安怎？要予恁遮个啊，薪水阶级一般的阶级，干那咧无用拼这间厝，拼遮个做啊啊过八道安尼尔啦，其他政治恁拢卖插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去思考，咱来去思考，咱个去。过去了解了解这个问题，一，把这个画得更大，和财团一个不爱用国民住宅，讲合宜住宅啦，哦，合宜哦，假使大家拢会住，伊即卖要卖较贵，才有法度，唔是国民吼，咱来遮拢是国民普通人而已，才合宜，啊，甲创大平数，啊，甲。啊，卖好贵贵啊！啊，豆豆啊卖，啊咧土里啥财团啊？啊，财团哪会甲伊合作？啊，你都李新江安尼拖千几万嘛？有看到啊无？唔是我后边讲啊，报纸足清楚啊。所以，这就是爱予大家了解吼。啊，咱再来讲这个公共政策啊，第这个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啊指导原则。哦，啊，过来公共事务是要解决什么人民的问题啦，满足人民的需要啦，啊，促进这个社会的福祉啦，啊，个保障国家安全啦，重点是这。啊，那咧考试，你读较顺的，你就甲写千千嘛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嘛吼、哦。啊，这读落来有顺啊无？真顺嘛吼、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让大家足清楚，咱的目标是啥？就结论讲了嘛，吼、哦。好咱即马过来讲，
政策，政策啊，一般啦，人吼一般来甲分差不多有四个啊，这个政策啦。第一个啊，分配性的分配，哦，多好多一个族群较优惠，好多一个族群较有利的，这就是啊，叫做分配啦。啊，流亡政府甲啥？甲啊，因讲因是农民啦、啊，啊，看病也免钱，啊啊，搁一个月领啊一两万块，吼、哦，啊啊，那是你免领也无要紧，啊，你走去中国去住，啊，才先发，啊，才一届发半啊，怎半年的，这拢唔对啦，啊，人民安怎？无啥知影呢，啊！大家都拼三顿咧拼，迄个又做啥？买厝都袂付啊！伊来去关起来，啊！拄啊好是毋是？即个少年呢，两个研究生哦，咱伫太阳花出来，那讲解决即个问题啊！因是啥物？因为伊干呐读书嘛，啊，看到迄个又做政策乌白来嘛。啊，违背人民的啊，哎呀，做意志嘛，啊，所以唔才出来咧反抗。哦，啊，这都是啊，伊即卖看爱看政策啦吼，啊，政策这都那福利啦，福利政策啦。我要问者，咱秘书长有啥物福利？大家唔知知无？哦，对，好、哦，这个大家讲的拢着，三个讲的拢，咱甲三个鼓掌一下。第一讲啊，咱学生囡仔免交啥学费啦，这咱要向德国看齐。德国你看，足伟大，卡球。世界冠军，因总迄、那个叫做啊总理啊总统，去甲球队翕相，啊去遐甲加油，啊这唔才是亲民，啊莫怪人遐强嘛，吼、哦，这第一吼、哦，啊第二啊讲，咱这个叫做老人年轻呐、啊。啊，800块加美金吼，800加1000里，啊，当然这些还有一些啊条件啦吼，也拢800块为主嘛，啊，可能有一些条件加千里，吼、哦。第二啊，第三啊，咱的同心讲啊，18岁以上的啊无厝啊，咱也要。哎，好难度啊！哦，这都是政策啊。我感觉新加坡的政策啊，最好个啊。因遐大家拢有厝摊大啊，所以咱有当时啊，爱模仿新加坡。新加坡的政策好，我伫台里听，咱也有这个在模仿，变形啦，对唔对？你看新加坡一个美国囡仔去卖车尔，讲爱变形。啊，克林顿打电话讲给新加坡政府讲，哎，阮美国人哪会使搞阮变形？伊讲照拍，有啊无？咱阿伯也是爱安尼，好诶，咱学习是安怎？咱不爱罚钱，有诶讲啊，我都做错了，我罚钱就好了。大家去思考，有一个新闻报道，毋知有看过无？那讲立陶宛诶款啊，一个市长塞战车，一台啊，迄、那个奔驰诶车停伫啊，一束啊停伫即个红线诶，伊塞战车。
怎样甲停过红线的地方甲告过？唔知有看过这个新闻报道有啊无？有。所以我无我白讲啊！啊，这就是啥？哦，你有钱啊？啊，拢违规啦！要予政府讲啊，过来甲你拖去，才甲纳钱。啊，伊对纳钱无影响嘛？所以你停伫红的所在，超过的部分塞箭车，甲你咬落去。人市长有魄力，阿伯啊，咱也是做行政人员，大家都爱像这个市长安尼啦。所以咱治安足好，诶，阿伯治安足好。后来，即马看，重分配啦吼，这完这几个吼，重分配就是讲。咱是伊家所说的累进税率的重分配，咱最近啊是施工什么啊富人税有无？讲所得达到1000万以上的部分啊，来多扣一点啊，按照累进税率再加一些啊。张忠谋讲，所得多的人多缴一点税，咱啊就感谢伊。你那无几个啊出来发，大家遐个怕死个咧，心肝拢袂爽快。啊，人所得咧遐济啊，多拿点交一点税是应该嘛。哦，啊，这就是重分配的意思。啊，自我管制吼，咱这就是讲，伊个社团自行决定啊，我是啊英国。会计师考试啊，是会计师工会来主办啊，会计师工会发证照和这个会计师啊，你要来职业，你就爱来参加啊会计师工会的会员。咱家什么人的口气？咱家。考试院啊，因为先进国家他不会作弊，他要代表啊英国的会计世界出去都是一流的，经过考试通过以后都是一流的。啊，咱啊流亡政府是惊讲作弊啦，所以伊才讲啊一定要设一个考试院。啊，来考试。好啦，这考试是一个程度啦。即马会计师考试啊，比阮以前大专的联考啊，搁较容易。阮以前咧参加会计师考试，拢是每年考试了后个位数呢，一届录取是7个8个，安尼尔呢。怎么样啊？王作龙说这样不行的，会计师吼，及格率太少吼，啊，变成很多人啊掌控，这样不行的。他说这样啦，模仿美国啦，啊，美国是怎样考？美国说啊，来，咱现在说4年啊，8科给你考。考会过就好，分4年考啦。啊，阮迄阵唔是哦，爱一次通过。你若一次没有通过，明年再来。啊，差哈济啊！啊，所以迄阵来个位数，即马考起来一期拢偌济，400几个啦。即马会计师工会吼，若要开大会吼，比咱遮较济啦。啊，即马都几啊千个啊！啊，阮迄阵啊，啊，拢差不多啊700-800个都足济个啊。所以，这就是要甲你讲，有的啊，自我啊管制啊，都是拢这个工会来甲你决定吼、哦。啊，就是要要求他们自己的。
我要讲讲一个，就是讲巴西啦。巴西的会计师连克啦，他是怎么样？相信学校，会计系毕业就去申请会计师。我早见只，我一阵我走去巴西待半年嘞。我看巴西足好赚钱嘞。我甲阮查某囝讲，啊，来，咱来巴西好唔好？甲遐囡仔讲来巴西好唔好？阮查某囝讲，啊，那个会计师一毕业就会计师，他不要去，伊就是爱走去较先进国家，啊，即马伫英国咧职业，那是会计师专家伫遐咧工作，伦敦吼，他在伦敦。哦啊，这我甲大家讲吼，好大家了解一下吼。啊，咱即摆过来讲啊，政策的结构啊，政策的结构啦，拢是哦，上层指导下层，下层不得违反上层，更应在妥善规划跟执行达成上层的目标啊，咱。咱这就是讲政策的啊层次啦，分为啊政策计划、实施方案跟程序和步骤，这就是要甲大家啊讲这个情形吼。啊，政策依据优先顺序排列，吼啊，一直啊目标系列跟啊政策目标为主体的啊。原则的先试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过来看这个计划，吼、哦，为了达成目标，啊，一直可测量的啊，这个计划啊，这就是啊，迄、那个行动策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方案啊，今晚好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啊，咱这边要过来看，这个大家都爱大家。那时间吼、哦，较了解咧，吼、哦，咱这就是按照李学士的讲吼，讲政策制定的过程，哦，虽然由上而下，但是一定爱经过这个过程吼、哦，啊来做，安尼咱就没有问题啦，啊无，今日有当时啊咧推行的时候。会有一些疑问出现，啊，咱来看哈、哦，这就是按了政策制定的过程，由需求认定，是不是人民所需要的？哦，按了是是，哦，啊，咱接过来讲啊，有这里做成一个建议案，哦，建议形成，啊，阿好来大家来。讨论啊，作为政策采纳啊，再来执行啊，执行又要再做评估，这个爱有安尼啦，卖吼卖讲啊，当然必须得我安尼交代啦。有人甲你讲啊，啊你想着讲啊，安尼这里讲个袂歹，啊就提来实施。伊有安尼讲，人来甲咱讲。咱好，甲老咧，咱过来问专家一下，啊，来做一个啊，这个过程一下，吼、哦，安尼咱来实施，啊，这是啊100%健康的。好、哦，啊，有诶，甲咱讲，迄是毋是伊诶因素？好、哦，啊，是毋是大家诶利益？好、哦，这种爱考量。啊，咱起码个用学术上甲归纳起来，吼、哦。要有这个步骤啦，吼、哦，咱个看，第一需求认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每一项目啊，啊，可能如果都是两个学分、两个学分、两个学分的话啦，啊，这合起来，有的真的是系所毕业的话，我哪无去读到啊？真正我是真一个。足重要的哦，做课程啦，哦，啊，每一项拢是一个技术，吼、哦，
啊，所以不要紧，咱知影，咱即马大家拢会爱用电脑，啊，甲拍入去，啊，拍入去去了解讲，啊，这当时咧讲啥，啊，大家安尼转去，安尼才有代志好出来，对唔对？安尼拜托大家较认真诶吼，拢去查查咧，甲列列出来，咱阿伯啊。你就是专家啦，你遮拢会晓，你是一个专家，我会使安尼甲大家安尼讲。哦，阿伯啊，若要做政策，啊无你来斗三工才袂煞哩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这几个项目，哦，拢遮啊，迄个需求认定以后，啊，才过来啊，来过来遮吼。哦风险评估啦，啊，那么决策分析啦，啊，我们科技的啊评鉴哦，啊，这些做料，啊，再过来啊政策采纳，哦，啊这，啊加加哪有啥？审计呢？商学院的学生不一定会学到审计，我直接跟大家讲，啊，商学院我足清楚啊。唯一的这样，会计系一定要，其他的你不一定选修的，你要不要读？啊，你要不要走啊会计师这一条路线？啊，如果你要走会计师路线，你就必须要去修审计学。哦，类似案例啦，哦，在课程啊，在课程啊，嘿，实在。你啦，弄个搞清楚以后，上网把名字打进去，把它列下来，把它写好，一个一个看啊，一个一个做分啊分析做研究以后，以后大家都是专家，啊咧好唔好？大家较怕病咧，真正咱这班咧出来拢是专家啦，咱。啊，台湾民政府出去拢专家啊，大家，下面讲恁是素人哦，咱无唔是素人啦、啊，我们是啊专家又学者啦。我唔是家己咧臭屁吼，我就是专家，就是学者，工业工程委员会。工业工程委员会上网去找专家学者张文彦在里面，哦啊、因为咱的政府机关，我家己嘛年龄我七十几啊，所以啊叫我去巡查呢，啊都高雄市政府啦、嘉义市政府啦、南投市政府啦，啊什么啊各所在啊，有迄个做台北迄个卫，以前是啊卫生单位啦，啊加这个环保单位啊，拢叫我去呢。我八月离开，哪去约一摊呢？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，大家若较认真呢，大家拢是专家学者啦。好，来，咱今麦要讲何谓财政预算。真正咱无甲啊两个啊教授有冲突吼，大家把它可以合并三个啊所讲的都可以合并看吼。咱接着讲预算对未来年度期间的税入、税出之预测、计划控制。管理的工具，这是预算，就是管理控制的工具啦。啊，是用货币赤字量化表达。迄、那个赖校长，伊讲赤字会说话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影。伊举迄个例子，我感觉大家足清楚个啊嘛吼。哦，啊，都
身材，伊个伊若讲啊，讲170啊，到做啥啊？哦，对啊，啊，若讲哦，这个高度啊，这个做啥重量啊？惊讲啊，58啊几啊，60几啊，这重量啊，这都啊，长样怎么样都看得很清楚嘛。啊，这个就是用什么货币的数字来量化。哦，啊这。在这个做预算啦，吼，这后来，咱由啊预算是由政府机关依照政策啊来编制，经过国会啊审议通过后，交由政府机关去执行，啊加强啊政府机构财政管理啊监察的能力啊，这里啊就是。管理哈，啊个监察哦，监督啊个啊，这里明察哦，啊这个检查啊一些能力，啊使咱政府的财政透明化。啊，我捌伫网站吼去看到这个问题，大家我去了解看卖，讲巴西啊，要全民来监督。政府的预算啦、啊，哎、欸，我在想呢，哎、欸，有两个国家，公要去模仿呢，好、哦，这个给大家做习题啦，等去看有这个代志啊，无影吼，啊，这個、我都无清楚，啊，我是我丢出来给大家去做啊探讨的。后来咱了解这以后啊，啊。新加坡吼、哦，咱讲这个所在，我很小的地方，啊，我看甲咱的条件，啊，我较同款。有当时啊，咱会使去模仿，因为去的国民住宅吼、哦，因土地小嘛，楼一楼拢是啥？一楼他们不是一楼跟他隔死的呢，一楼跟他条啊，安尼土起安安，住伫二楼、三楼安尼呢，啊一楼是迄个种空旷的啊地方呢，等于公共互人活动的地方呢，所以人拢去想到啊，所以咱后摆啊吼，拢爱去了解。啊，有诶，新加坡诶人安怎咧？因为政府诶官员讲，ROC 诶官员要去遐访问，讲，逐年拢来啦。啊，伊讲奇怪啊，恁来考察，啊，逐年拢要去看，啊，但恁考察倒去有咧改善啊无？啊，有咧认真咧做啊无？啊，拢考察就是，迄个叫做啥？旅游啦，拢开咱政府诶钱啦。哦啊，这足唔好诶代志吼。哦啊，像这也预算案啊，你这拢是补助家庭俩，他们是怎么样奖励怎么样生意呢？我几年前有遐过啊，坐因诶飞机啊，看因诶报纸，发现着讲啥？发现讲，伊讲。高学历的奖励多生几个，你因为因政府玩的高嘞，原在因我是人口限制呢，生第二个唔是到你迄个所在读册呢，第二个叫你来找个较远的所在读册呢，起码一共叫多生几个，这个可能政策就会改变。啊，承担较早来。去出来讲安怎？三个恰恰好，对不对？两个恰恰好哦。无，我迄个时阵啊，我迄个时阵讲三个会使哩。讲后头我有补贴，而先第三个讲，无要补贴啊啦，无必要给阮迄个第三个吃啦。所以讲去出来讲，讲两个恰恰好。啊，伊出来原早讲三个啊。哦，类似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政策啊！哦，咱来我爱去
了解吼，这哦啊，这大家爱给你说出哦，说出一下吼、哦，年度内推行的各项政务的一切支出的计划。啊，这无包含啥？这无包含哦，哦，但不包含债务的偿还。哎，啊，若讲这个有做啥？税出包括债务的偿还，安尼对啊唔对？安尼唔对哦，哦，爱大家搞清楚哈、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不包含哈、哦。啊，今嘛过来，伊个项目啊，有这几项，这几项吼、哦，甲咱迄个做预算书吼、哦，拢共款。你今嘛摕咱诶流氓政府的预算书来看吼、哦，就是啊，最初有这几项，哦，这几项的啊，迄、那个科目，吼、哦、啊，豆豆去了解吼、哦，啊，过来。即嘛税出啊，税出是啊税入啊税入是啥物？是吼、哦，咱政府的会计年度内支应上项支出计划所啊筹措的收入啊，这里有做税入的预算呐、啊，但不包括什么啊，举债的啊，迄、那个跟以前呐、啊，那么税计的啊。余则哈，剩余哈得余用，都不啊不可以包括这些啦。这里面税制的项目有啥？啊，课税收入啊，营业盈余跟啊事业收入，规费加罚款收入，啊个财产收入跟其他收入。以后啊，咱这行吼应该甲。删除，咱免罚款啊，因为罚款吼、哦，警察那要甲你开红单，又他抽头啊，啊面顶的呢，直直奔起你啊，奔起甲市长老他奔啊，啊这就是流氓政府的做法嘛，做官，伊讲我心想不要领。啊，领其他要比心想较济咧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叫警察干呐底下咧开单就好啊。所以阿摆咱的执政，咱无爱尽量这个罚款啊，罚款收入等于零，变形啦！啊，使罚款，伊才会改进嘛。那刚讲迄个要做啥？好野人。把病子的啊，迄、那个车子开在红线啊，超过一点点，啊，市长看到火真大，可能我开红灯开到起毛歹啊，塞警察团甲搞鬼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变形啦、啊，啊，都不要罚款啊，变形就好啊，好、哦，类似这个问题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严格，这拢是先进国家，吼、哦。英国开始，啊，美国啊跟进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第1921年呐、啊，我们美国在国会又通过一个审计啊，啊，就预算审计法，哦，啊，这那是咱爱，好、哦，大家以后会了解的情形，啊，时间啊渐渐逼近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起码来讲，咱。以后，那是根据咱迄个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通过29条来编这个啊预算啊，我们财政预算的编制。那安尼讲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咱啊台湾啊民政府参议院通过的，咱家己也通过这个法案，来来去去。3次跟美国讨论的，到现在跟美国讨论的法案
咱一定要遵守。所以有的人不知道较年轻的啊，较慢礼拜的人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在定法案的时候把这个忽略掉了。我认为不对啊，现在又改版本，我认为有啊，咱这个法案也有定下去了。所以说美国给我们交代，我们根据美国这样做就好啊，所以说我们的预算啊一定要考量这些哦，一本比一定要啊大于一啊，什么叫做一本比啊？很简单，咱卖记遐济讲吼，本益比，人个讲啊，算个算本益比，咱讲一本比好啦。这是啥？利益嘛，效益嘛，收益嘛，啊，这是成本嘛，啊，成本大家会知啊，啊，迄个利益也会知啊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利益要大于安怎？成本安尼会得做，安尼这个预算会使通过。啊，那小于一啊，迄个特别有一个限定啦。哦，啊，特别有一个限定是啥？啊，这个问题啦。哦，总效益哈，迄个有做啊，整体啊，具体效益之总额之整体效益的总额30%为限。啊，但是我会使调整啦，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，咱已经结论啊讲了啊吼，啊，咱啊要爱搁较进一步去了解咱的案例吼，咱才有提供案例啦，确定去，把这个案例啊去看卖咧，哦，啊，这个案例啊是咱有。举这个例子啦，咱无要去占中央新村啦，咱用中央新村这个案例啊，吼、哦，中央新村这个案例啊，来评估看将来设一个新干线，安尼会使哩袂使？确定诶，啊，大家去做研究，做实体啦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咱今日到这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沟通。